喂，大妈，您那个什么，您别激动。现在我一个低保没有。哦，大妈，您没有低保？没有啊。那您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我捡破烂啊。哦呦，那您捡？我跟北京捡破烂啊。我死工资那这些钱啊，养了养不住。哎呦，养不住。嗯。今儿搬这个地下室，没能搬那个小烂屋。啊。这俺跟这地下室的，这不都这个地下室的。啊。给他的朋友，他的好友都给你，你俩干活好。哦。我照顾你的，你他租嘞，他说你这两住你这两间房。啊。你一月拿2000块钱，不要你电费分费了。啊。我说孩子，我能张嘴大哭，不要电费了。啊，那真是不错，那省钱了。啊，是，给他2000块钱嘞，房费。哦，给每月给2000块钱房费。哎，每年给2000块钱的房费，两间屋，啊，都是地下室，然后房电费、水费不交要了，不要了都是，哎，都这样说的，是吧？说要的。对。他那一个盼望的，你都不会。真是。我这个娘啊，找不着这老实人，我一说。大妈，您那个什么，您别激动，大妈，您那个叫捡破烂，您收入每个月能收入多少在北京？孩子，我跟你说，我捡破烂给他买个菜儿，给孩子，他今儿上学，该河北上来，也没有户口，没给。您没有户口啊？我该河南人。啊。闺女是河南人。啊。他也是河南人，他那是搁这，闺女没有啊，是吧？您今年有多？我75了。就75。哎。这个捡破烂来讲，每个月能收入多少钱？净捡破烂的，我起我老早了起来，4点半我就起来，一天能捡，要是对劲儿了捡30，不对劲儿了捡10来文。哎呦，这不这今儿个我掏了你一看，这您刚卖完了这个，今天，今儿个卖这对子儿，15。19，6块，6块，21。哎呦，那您每天都捡什么呀？都这捡个纸壳啊，捡个废瓶子。哎呦，几点起床？4点半。哎，就绕这个一，那您得每天走多少公里啊？每天嘛，按我走公里嘛，20里的得多。20里地？哎，我都这歪歪的走吧。哎呦，我不管孩子，孩子没有啊。啊，我在给他买菜买什么的呀，小东小西的呀，我都管帮助他。你想孩子，我这是享福吗？那您这不是一到我给了儿子吧，给儿子那2年，儿子也为难。您河南有几间房啊？河南几间房啊？我家里是都这些破房屋，也好几间房的啊，没有钱收拾啊。没，我闺女说的，你那屋子不管住了，别住了，啥嘞？你都这孩子要能宿上里，我哪个宿上里？这不，房子都有房了。您几个孩子，大妈？2姑娘。2姑娘。1个儿。那应该是养儿防老啊。我儿子太顾不了他了呀，他2个儿嘞，这当兵那个，这不叫他上他那去了，都给了。这个儿子先给了这个大孙子了。哎呦，我一说，大妈，那您这每天捡这个破烂够您吃喝的吗？我吃不了还。您吃2块钱？我2块钱，我一天2个馒头才多少钱？我都给过年。那馒头您就什么菜吃啊？我连个青菜我都不买，孩子吃辣豆鸡蛋。我做个豆角，那个豆子做个豆角，那个豆子糊，长的青椒，拌拌，孩子都说好吃，都这。我每天一日三餐就是。过年，我孩子我没人儿呗，咱啥都别买了哈。啥都没买。过年您什么都没买？哎呦，为什么呀，大妈？孩子。也是急啊！哎呀，真是可怜。